一座废校改建的日月潭特色游学中心，是在日月潭国家风景管理处巧思规划下，整合当地的教育与观光资源，由八所学校与各大协会共同构成，环境与资源都非常丰富，常有一系列的课程与活动，让民众边玩边学。许多小朋友来到这里也非常开心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不妨利用假日的时间来这里走一走。